どうした？お前は俺を最低だと言ったが、残念だ。どうやら最低にはなりきれないらしい。何を考えている？こんな時に喧嘩を売るつもりか？おばあちゃんが言っていた、未熟な果物は酸っぱい、未熟者ほど喧嘩をするってな。変身。キャストオフ。ワキ様を倒す。倒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んだ。死ね、天道。危ないんだ。おう、そういうことか。ライダーシューティング。ライダーキック。ライダーキック。ありがたい、仕事が早く済む。変身。変身。変身。よしな。こいつは俺に任せろ。お前たちは行け。ライダースラッシュ。好啦，大家好，嚟到今日嘅重头戏，咁我就为大家带嚟咗两只甲斗王嘅 Hyper Form。咁左边咧就系个剑铁嘅 Hyper Form。右边咧就系个雷霆嘅 Hyper Form。咁我个设计理念系点嘅咧？咁因为佢咧就冇官方冇出过 Hyper Form 嘅，咁我想尽量用佢原本嘅素体。咁我设计理念咧就系想佢作为一个嘅 Hyper 甲斗嘅一个试用型，一个测试型嘅。所以你叫佢腰带咧，佢有一个 demo， 一个 prototype 嘅甲斗，同埋一个嘅 Hyper Setter。咁既然佢试用型，最主要目标呢，咁佢一嚟就係想试用兼容经试验个兼容性啦。咁所以佢就係用一半嘅个打开装置嘅啫。
咁除此之外，佢都想试埋嗰个八重剑嘅剑模式，咁所以我配备埋嗰个八重剑嘅剑形态嘅。咁所以啦，咁呢个 kit 咧，其实我都几中意下嘅。咁右面咧有个 kit 字嘅一个配饰啦，一个武器啦。咁左面咧，俾大家睇下，就系个嘅本身嘅胸甲嚟嘅。咁我都几中意呢个模式。佢嘅原型咧就系一个日本嘅武士，一个剑客啦。咁既然有东方啦，有剑客啦，咁就自然有个西方啦，一个射手啦。咁雷霆呢就当然係處呢个角色嘅。好，俾大家睇下先。咁就用一个渐变式去噴啦。咁可能大家好觉得好 fancy, 係咪？咁但其实唔係嘅。因为网上面 search 咗呢啲蜻蜓嘅图片呢，咁佢有啲光山嘅效果，即係个 diffraction。所以呢佢个轮呢就会折射啲光线啦，即係反射啲光线啦，咁形成一个蓝色嘅形象嘅。咁、那个设计理念系点嘅呢？咁佢当然系一个嘅射击手啦。咁左面呢个好似大粒米嘅披肩就系保护住佢嘅。咁佢有个追击枪啦。咁除此之外呢，咁你都见到啦，佢系左右同两个左右对称，一个扇左边，一个扇右面。咁、那个设计理念系咩呢？我觉得真系好正嘅。咁其实系模仿紧个蜻蜓交配嘅样子。咁其实呢个系一个雄性嘅蜻蜓，咁呢一边咧就系一个雌性嘅蜻蜓，咁佢哋交配嘅时候咧，真系会产生一个咁美嘅曲线，可能大家好难睇得到啦，但系俾少幻想力或者系幻想得到噶啦。好，咁顺便俾大家睇埋佢原本嘅样系点啦，剑蝎原本嘅样。冇跌，好，咁同埋雷霆啦，佢原本嘅样，好，咁